他帮我调视窗大小、欸，哎，好小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作者是不是依照自己的鸡鸡比例来制作这个游戏的视窗大小啊？为什么这么小啊？太小了吧？还不能调哎、欸！啾啾啾啾啾啾啾！好，谢谢大家。反正他都不能调了，我决定就这么大，不管不管。我看我的 OBS 打都比较大哎、欸。好的，因为大家的诚意实在是太差了，我看不下去了，然后来，好，把这个东西跑完，早点把它跑完，就不会一天到晚有人跟我哭了，气死了。哎，对，好，开场就出现一只黑黑鬼，怎样？怎样嘛？公会啊，打牌啊？不见了，柜台人员哈，你好啊，有三个人要住宿吗？我们有预约，有预约吗？那请问您的大名是？啊，你看到了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前进吧！崭新的传说。是不是？哇，这音乐意外的还蛮来劲儿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HHH6890， 谢谢6890。好的，今天呢是我们大中水的诞生日，大家一定要永远记得，以后每到2月14号的时候，不要在大年初七，不要在情人节了，什么大中水出世的日子。前进吧！哇，我们水哥一开始就很生气，先是呛人家好啦好啦，然后就要挂电话。不愧是我们水哥 ，RPG 界谁不认识水哥啊？是不是？我们水哥真生气，马上就喊了一句：“干嘛啦？”哇，又出现那个凯拉斯，哎、欸，这名字是不是用过啦？哎、欸，要有新意啊，不能有凯有鲁啊，妈还不是有凯？那，哎呦，我们水哥真的是非常生气哦，看样子。该让我们好好治一治，挫挫水哥的锐气。哎、欸，你也在啊，水啦！哎呦，大家都在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看样子，还记得四年前好像做了一个梦，记得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好像变成什么什么什么。什麼什么上下的？什么唯我独尊？我家有一间餐厅叫水中天，很难吃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可以理解了吧？当然，名字里面有水、有中、有天的，十之八九都很难吃。别再哭了。凯拉斯是你哥啊，挺可爱的嘛。干，真的是有够懒哎！啊，是 Happy GG 760传说诞生，是不是？阿塔拉西诺伝説哈吉马鲁，你们赶快来看看这个东西，看看我胯下的水龙，最近才把它吃满记哦。我们娜妹，妈连土也懒得换哎，一张地图，这可是从我各个房间里找来的，肯定是藏宝图。妈的，你大家的脸不换，就只换我们水哥的，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水哥啊？
藏宝图，你怎么知道是藏宝图？它放在我哥哥的书柜后面，而且所指的位置就是白雪山遗迹。啊，宝藏也好好玩哦。所以你特地找我们来一起旅游啊，你真好。哎，水哥脸红啊，真是干你妈的！你唯一想要做的就只有我们水哥的表情吗？改了个眉毛，改了个眼神，还改了腮红，卡哇伊。嗯，是不是？你哥哥藏起来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他一定是想独吞。那肯定是的，宝藏这种东西就该由我挖出来才对。看，真的是不愧我们是水哥。看你得意的样子，有够蠢的儿。嗯，哦，水哥马上就吐槽了，真可爱。他的作者，你是不是DTV 0204全部混在一起做三秒扭完，就以为可以做新作了，是不是？劝你是不要呛我们作者哦，小心我们水哥去找你哦。豆内留名，小心我不带你去哦，是不是？劝你是不要再呛我们作者了哦，小心我不带你去哦。娜妹突然间一声惨叫，遥想当年我还是个学生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变吧？凯哥也没有变哎、欸，哪需要准备？我可是超猛的男人，有什么怪物我一掌就可以拍死他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不会这么水哥厉害吧？娜妹就是贱。对了，大中水，你哥的电话可以给我吗？什么？你是想跟他告状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只是看他拿 iPhone， 我拿安卓，有点闹亏，想要换 iPhone 而已。没有啦，我想说发生什么事的话可以找他。哼，有我在，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是不是？那边又在贱了，闭嘴。我考虑一下好了，该怎么做？不给电话，给自己的电话，给凯拉斯的电话。好，给你，给你，我人最好了。蛋塔王，台名520，谢谢520。好啦，拿去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凯哥笑了，哇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笑哎、欸，而且你的表情看起来就很像用绘图软体直接点上去的。卡哇伊。然后呢，又是死路，现在要走哪里？应该是走这边才对啊！看，好黑哦，少唬我了啦！迷路就迷路，承认很困难吗？是不是？承认自己没有女朋友，难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？在我们水哥诞生的这一天，承认自己没有女朋友，难道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吗？哎，有你在，就是发生一堆有的没的啊！啊，谢谢台言，我哪有迷路啦？只是看错路标而已。看，我觉得如果他金蛋号全部去除掉，会比较好笑。哇塞，这游戏的对话都是在拉来拉去，拉拉拉拉拉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拉拉拉拉拉！我在出发前有找到两个手电筒，你们一人一支吧。不过是我们凯哥知道带手电筒 ，smart。给我手电筒有什么用啦？我要回家。看来也只能去到处去找路了。那遇到野兽怎么办啊？不怕不怕，我一掌拍死他。我有从我哥那里干来一把枪哦。你哥怎么会有枪？哦，血肉模糊的一把枪。他说之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送他，叫什么菲什么雅的，菲利亚、苏菲亚、亚拉奈嘎。枪的弹药也是有限的吧？我这里还有两把小刀，一直给你用吧。谢啦，卢凯，是不是？另一只给你，给你刀，我不要什么小刀啦，我要回家。看他能不能够集体行动啊！现在 ISC 可以开启背包，起打错字了啦！有没有在他妈校正啊？挥斩 ASD， 手机静音，背包、生命药水、电池、手电筒、手机。这我看过。欸、Rensa, 之后水哥你就 Raynas， 谢谢 Raynas。就是免费就收下啊！开启，开启能量枪、藏宝图、修短刀、
你干嘛？我后面那跟着那个是队友是不是？我说为什么后面有奇怪的人？出来讲啊！为什么这游戏的砍人动作变得这么难砍啊？噔噔噔噔噔，太黑了吧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出来啊！看我一掌拍死你！是自虎虎的，哎，这一代没有难度选择，哎。W Web Rock F， 好，谢谢 F。哎，这个是 FSFT 5429，谢谢29。为什么听到了？是不是有奇怪的声音啊？我好像也有听到。难道这森林有闹鬼？不可能吧！我不怕不怕。出来讲，出来讲，看我一掌拍死你！这地图怎么跟很像之前那一看？我发现一些散落的文件。拉拉拉德拉斯 ，Level 的，谢谢德拉斯。诡异的声音写，你看这里有一把钥匙，好哟，真厉害哦！不愧是我们传奇娜妹。钥匙啊，怎么感觉有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？没有没有，我突然什么都想起来了。曾经我叫大中帝。你在这里逗留了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大中水，快点走吧！两个蠢蛋，这样就怕了，知道我有多勇敢了吧？是不是？看看我有多勇敢。扛基路走！我那种勇敢。啊！怎么又有那种奇怪杂音？有怪吗？出来讲啊！对了，你不是有手机吗？打电话叫你哥他来救我们啊！我才不要打给他，这种小事我可以自己搞定，好，是不是？看到钥匙我还不抖一个，不会是特拉里一出现又抖了这么大一波，射了，马上带你们出去，才不需要靠我那笨哥哥，是不是？什么自以为啊？我本来就比我哥还要强啊！啊啊，别吵了儿，先相信大中水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怕了吧？就是我们水哥才能够掌握一切。现在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绕路啊？哎，有了有了。好，奇怪的建筑，森林中的研究所实在太刺激了。这地方感觉好阴森，研究所应该会有人吧？找到他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卢凯，别忘了，我们是来找宝藏的。别管什么宝藏了吧，回家比较重要。那怎么行呢？我可不想空手而归。沉默的小镇。Fresh Milky 0708，好，谢谢0708锁住的。这里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啊？坏掉时钟11:30。锁住的。是 lock 的。开了。出来讲啊！不过这次有头摸他机也真好。哎呦，剧情呢？就是这个。你们看，是地图上画的十字架。哦，恭喜你找到了！我们可以回家了吗？回家处哎 ，BGT 25789。代数成正向成长。我是觉得还好啦，劝你不要呛我们水哥哦。GG77889。太中夫情情情。什么东西？听都没听过，一听就知道是山寨版的。我们大中水才是架杠传承者。说的也是哦，难道实际上面有什么机关吗？喂，喂，你不接吗？也许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哦，说接就接，干嘛啦？你这家伙是不是跑去白雪山了？呜，我才没有呢，干嘛跑到白雪山？是这样吗？白雪山现在很危险，快回来，绝对不要碰。不知道攻沙桥休斯了，喂喂，攻沙桥很气哦，没有讲到一半突然断讯了，等一等可能就好了，不管他了，这十字架到底有什么机关呢？哪来的钟声 ？VYRI 有点帅呀，是不是？你们被我们水哥迷倒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突然来到里世界了，李迅。我要选凯哥。不行不行，我们水哥才是最可爱的啊！嘿嘿鬼，那是什么啊？刚
该怎么办？冲过去砍他！可恶的怪物！趁现在快逃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里是怎么回事啊？跑到哪里去的呢？这里也有个十字架，到底是哦是记录点，对啦。好的，散乱的文件，绿红和蓝红，不知道在写什么。发现了蓝色药水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游戏砍人怎么变这么困难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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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锁住的，打破的酒瓶。奇怪的雕像，奇怪的雕像 ，computer 看起来没有任何电力，锁住的被撕破了，好懒哦，直接就被撕破了。好，我一个往二楼探探，看来没有任何电力。啊，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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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起来是发电机之类的，锁住的。什么都把锁住的就好了。开启，开启。那不用惊。发现了生命药水，噔噔。这里是哪里？散乱的纸，头痛，声音，脑中幻觉。干，玩上瘾了。哦，我已经开启了啊，应该有电了啊，电呢？就不能简单一点，开了就有电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里。老哥给的手机好像完全故障了，该怎么办？对了，只要把灯关掉，他就看不到我了。然后再用老哥教我的刀法，从他背后使出奥义，无声无息，必杀背刺。就可以瞬间把他给杀死了，哇哈哈！我真他妈是个天才，看真有道理耶！哎，扛记录走 ，X 1 2 3 4 5 6 7 8 9，目前 X， 哦有了，你嘎小啊，超灵呆 ，good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秘传剑法。死了吧！感受到我的秘传剑法了吧？这是什么？一条项链，这可是杀怪的战利品，拿来送你那刚刚好。是呀，我都已忘记。Scott 一三 J 一三 J 一个晚上获得项链，啊，一三 J 不见了。情人节还能看大钟水，通归0515夫妇和球，是不是？看到我们大钟水怕了吧？就靠腰吓我一跳，太大意了，死掉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都不用玩啊。干你妈的！我们水哥就这样被电死了，那是电灾神犬。蹲蹲蹲蹲蹲蹲，锁住的，既然我们水哥就这样被电死了，看来我们也只能够回去记录了。不过其实我很讨厌这种设计，就是地图看不太到，很麻烦。哎 ，J， 这个角色机 E 三四五，谢谢三四五，听起来好带感。RRR， 敢劝你不要瞧不起我们水哥哦，就可以瞬间把他给杀死了，哇哈哈！不用不用，我直接劈他，过来过来，秘传人法。是哦，是是哦，死了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项链。怎么烂也想跟我打？散落的文件403730，好像有几个字不见了，锁住的。画面好小，好不舒服。花瓶，发现了电池，奇怪的雕像，丑。噔噔。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散乱了。博士怪异事件，不明白在写什么。从里面锁住了，我看来我要先去关那个电，然后接上去再去开，不然我就会把自己电死。噔噔噔噔啊噔噔！用看为什么要再讲一次啊？用项链接了起来，是不是？门已接起，然后我去开门，然后我去开电。之后他这个手电筒不知道插在哪里，这是有电量问题的嘛？因为我还要拿到一个电池，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哎，啊，到底是他们要不要发电啊？为什么我发完电之后这边还是乌漆嘛黑？看起来是故障的电脑，侦测到电磁波是从村庄传来，具体位置不明。故障的电脑，有啦有啦，有电的啦，麻烦死了。这电脑有电力了，请输入密码。啊？是不是刚刚上面看到那个文件啊？你看一下那文件写什么好了。哎，这尸体不能调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403730，403730。不知道403730，最后一个只能靠猜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反应。哎，403730，哎，27。啊，还密码正确，谢谢大家。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卢凯跟李娜怎么了，女子，这不是大中水小弟弟吗？这个声音是谁呀？哎，哈哈，这图有没有换过？有没有换过？你怎么会来这里呢，阿姨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为什么又要出现在我面前？我一直都住在这里啊，只是有些麻烦东西闯入我的地盘，我出来看看吧。没想到会是你啊，你妈妈可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当然好，当然好。不准你提我妈妈！哎呦，很气哦，这么凶啊！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看看哦，我有一个好东西要给你看看哦。你这个妖女，你要去哪里？哎，妖女嘞？想不想看看我的好东西呀、啊？啊，幻觉、电磁波、新钢哦，猩红的雨、生命药水。
我妈妈当然好啦。锁住的。你来了啊！到底想干什么？有听到这可爱的声音吗？这可是某个人特地召唤来的哦。声音那个诡异的锈声吗？正是，倒是想看看你要怎么对付他。哪里哪里啊啊！操你妈！我也很想看看我要怎么对付他。啊，根本看不到怪啊！哎，这个是 Air Nexus， 谢谢 Nexus。我也没看到啊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对付他，我也很想知道我要怎么对付他呢，我根本没看到他在哪里啊。哎，砍到了啊！我水哥被咬成狗了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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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又没看到，我要怎么打？我只能绕来绕去乱砍吗？来看看我千刀万里杀，干活是记录在还没有开店的时候，好猛哦，会隐形哎，すごいですね。不怕不怕，你就多试几次。含记录走啊！干，我是记录在还没有放项链哦。五告麻烦，也接了起来。嘟噜噜，嘟噜噜噜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大终点。闭嘴闭嘴，怎么跳过啊？你老木可好？哇，这么来劲儿！你妈可好？你这个妖女，我其实觉得你这个妖女蛮好笑。回来回来，妖尼姑，我保证不操翻你。还不到一个小时，大众 Water 笑死作者玩上瘾了。好，谢谢谢谢 Water。呵呵呵，我倒是想看看你要怎么对付他。我必须讲句实在话，我自己也很好奇，我要怎么对付他。我最多听声音来判断他的位置啊。啊！干你妈！啊！干你妈的！哎，看无啦。这学怕干哦！你又死了，有啦，下面有加了白白的啦，不是全黑了，有点长进。嗯，我至少要先知道人在哪里啊！你要出来跟我讲啊！
看我一个千刀万里杀啊！干你老师！哎哎哎！狙狙狙狙狙狙狙！我没有办法看穿他。看几天那一，感受不到他的存在，就射了。这折一出来，突然一瞬间出来吸我的脑。我要关灯，关灯才能够扛记录走。扛进来，好，你来了，安娜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谢谢啊。卤蛋安安你好 ，Dennis Topside， 哇！我只是看了一下斗内，我就射了。不是啊，我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，我到底要怎么跟他打？你要讲清楚、说明白啊！我倒想看看你要怎么对付他，干！我也想要知道我要怎么对付他、欸，哎，啊，阿姨。我水哥英明一世，败在一个看不到的敌人身上了。看拢也无，是要怎拍嘞？哎、欸，打到了，打到了。我是可以，我唯一知道就是声音很近的时候会出现，应该说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他在你大概哪个位置。啊，好近！看我一个对墙壁空挥，哦，扛进入走。他们记录走，该吃补了。啊！你怎么又抽出来了？还真奇怪、欸。看他都不用玩。发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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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打什么。修零四零七 Z， 这些 Z。看，我真的也很想知道，我要怎么对付他呢？我倒是想看看你要怎么对付他，呵呵。这一定有个什么好方法啊！扛记录走，哎，这就是我的必胜模式了。
过来过来。啊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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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！好猛啊！键盘指挥不说，用手机。啊！看一下我的手机，回个 line， 等一下。什么什么手机？这个手机开启？难道我要把手机关闭吗？静音。你的刀法真可笑。劝你是不要呛我们水哥哦。然后咧，我已经把我手机静音了啊。你倒要开启吗？开启，我开启就可以听到吱吱声。干啥是有屁用，我还是看不到啊。突然很想知道这游戏能不能用摇杆玩，因为我的左键坏了，我每次要往左边走的时候都觉得怪怪。可以耶，哪里呀、啊？我们水哥怎么一开始就卡关了？而且我要怎么发射啊？我发现用摇杆没有办法发射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在这里。我用摇杆没办法叫出选单，快按 ESC。好麻烦。我最多就听得到他，可能离我很近而已啊，可是我又看不到他。他是不是怕gain哦？哎呦，我想大死，我想大便了。哎，砍到了一下。别笑。你不是哦，嘎嘞！我看你想要数外懒趴啦！你看我的左键都按不太下去。好近！来 ，ASD 25262212，你写二。在哪里啊？又不想被他打到。哎哎哎，大哥！哎、欸，死掉了！哈哈哈哈！这种就只能妈的跟他换哎、欸！干你妈！呵呵呵，做得很好，真不愧是大冲水小弟弟啊！是不是？不过这么冲水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死掉了。
过我觉得我失去掉了很多东西。我去记录。好暗哦。集结了一堆我讨厌的东西，又黑又暗，视野又狭窄，敌人还看不见。龙门圣啊啊！好吧，既然这样子，也只能继续往前走了。那个邪恶阿姨会在这里出现？难道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卢凯跟李娜是不是也被他给抓走了？好像有什么声音。Rensa， 谢谢 Rensa。一定是看 A 曼把左键弄坏的。啊！又是这东西，居然追过来了，该怎么办？直接逃走，趁现在快逃！应该没问题了。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是做关卡式的吗？我觉得如果做成一关一关的话，其实还好。哦，有点记录。一关一关的感觉就蛮好玩的。哎，天歌之船，是不是？谁都不能够嘲笑我天歌。而且看来这个游戏那个呢。看来这个游戏记录不会补写。又是这个笑声。啊，这不是刚刚那边吗？雕像应该是某种装置。有一些不明的血迹，还有一张碎纸写着博士狂热神秘力。欸，这不是物理学圣剑吗？得到了物理学圣剑，物理学圣剑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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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你是不太懂什么叫做欧啦欧啦哦。妈，那个东西在笑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敌人，还是笑爽的。哎。就是我们天歌直传，啊，天歌，天歌，你怎么不庇佑我了，天歌？哦，死去。熊熊又抓出来第二只，底下有个小洞。根据我敏锐的观察，那个洞绝对有问题。把手指插进去，就让我来探虚实啊！里面有刺，哈哈哈哈哈这有什么被打开了？是我的斗内吗？我的斗内被打开了，这又是什么地方？也是研究机构吗？所住的，它还是访客登记用的，不明的书籍。所住的，噔噔噔噔噔，哎哎哎哎！啊，不是说他妈可以背字吗？真是被你卡成，不开店慢慢跟他砍。哎、欸，好、哦，然后我要穿越时空了。已经到处都是敌人。那有声没影，我看到了。为什么砍的那个东西那么多下？
今天别再摇了，别再摇了。不振不赔，太爽啦 ！R D R R B K。好，谢谢太爽啦、啊。哇，一个暴击耶！我们东西锁住了，还可以砍那么多下。看我们水哥快被打死了，派他们占领博士秘密。二发现了蓝色 air 水，这游戏难度不知道多少。钓友算很难，还是算比较简单呢？不知道，老了，左键又坏了，不会打了。哎呦，剧情呢？这是什么？某种宗教的教堂吗？但这里应该是某种研究机构吧？怎么会有教堂呢？而歌颂伟大的神明，赞美大海，赞美天空，赞美全知之神。得到了生命药水，药水不是说可以合成吗？看起来还是还好。奇怪的神像，哦，记录点。奇怪的神像，钢琴锁住的。我在那边砍一百刀，它会不会破掉？每天一百次的，谢谢你挥剑。看来是不会了。这里有敌人。你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夸张哦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这个他妈的真的是有一点夸张哦！哎呦哦，所以只要在背后砍到他，都会一起死啊！这个真的是有点狂，有个轮转可以转，往左转，往右转，往左转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头好痛啊！什么东西？怎么转一转我就射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我转一转，我自己就射了。只是转个几下，你就射啦。剧情，实在是受够这些地方了，怎么完全都没有人呢？你感到寂寞啦，就跟你爸爸一样。有有有，我觉得很寂寞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天哥死了，巴沙拉五五六六。但是他会在我的背上，在我的胸膛，和我一起活下去。有有有，我需要你来陪我，我跟我爸爸一模一样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倒是你，是不是在这里搞什么诡异宗教？宗教啊，有可能哦。我现在有点小问题需要解决。啊啊啊啊嗯，战乱文左边增强100基准，正负50伤害人体。你就说正负50伤害人体，还有那个电池到底可以干嘛？我真的是不懂。没进去是不是要打王啊？奇怪的按钮上面写着基准测试，没有反应。住的，这是怎样？先去找地方记录。他如果这样一层一层、一关一关的打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比较不会这么麻烦，因为不是那种很麻烦的探索式了。那就血剩好少。哦，包括 you， 打桶出头天。哎，测试器、监测器、测试所。监测器主要监测不明电磁波，监测整座山就可以知道电磁波位置。哦是哦，
发现了生命药水，你需要他再多来一点生命药水。127145，怎么是127145？锁住的。啊，好，所以嘞，现在我应该重点就是要去那个什么127145吧。127145，127145，127145，奇怪的机器。水哥又陷入了，又陷入了奇幻的旅程了，不知道现在要干嘛，就只能去转那个而已。都把锁住的，那这个手电筒跟那个电池的差用处到底是什么？可回复两格电力，哦，是不是那个跟那个蓝色药水有关啊？哦，原来蓝色药水是调和用的，来来调一下，调一下。电池是回复我下面那个能量枪的那个的啦。哦，看懂啦。好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转这个东西？应该说，转这个东西要怎么个转法？他这边没写他的数字啊，127125。看一下哈，127145是啥小？嗯，哎，没有办法理解127145是三小。127145，啊！怎么突然之间头又痛了？干你妈的！狙狙狙狙狙狙狙！127145，所以是要在127跟145之间吗？啊，又爆了！啊，死去！直接 F12比较快。他那个127145，我也看不出来他左转跟右转的幅度是要怎么弄，先右再左，哎哎哎，碎啦！干，先右再左不就没有变吗？87，没有别的提示啊？怎么这一代的谜题就写的这么的隐喻啊？是刚破完黑暗灵魂吗？
左边增强100基准，正负50伤害人体。我都不知道转一下是多少，你要跟我讲一下转一下 是加多少还是减多少啊？怎么赚呢？突然又可以了。基准测试，看完全不知道他转一边是多少啊？他总会写个转一边是多少的。OK， 又哎、欸，你又这么多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啊？还是那个啊？它上面那个机器那个什么电磁波数值，会因为我去转有改变？我去看看。啊，如果因为这边会有改变的话，我就知道怎么办了。哦，有呢，9795。9795啊，来记一下好了。哎，9795。变100/100了，谁100？应该可以了吧？既然他都变100/100了，我就去按下去好了。你去记个录。噔噔噔噔噔。有了，面具男，看来人都已经抓到了吧？咦，有人在这里？是的，教主，该机构的所有人都已经抓走，非常好，这样大都市的人类就不会发现我。果然是邪教，你们这些邪教徒，看来你们漏了一个，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难怪我的朋友不见了，把我的朋友还给我。哟，原来不止你一个人来啊！啊！难道你没抓走林娜他们？看来很多人类要去清理，快点把这个人给解决掉。是的，教主。好啦，小弟弟，受死吧！好，扛击入座。啊！扛击天奈！啊，打雷！这视野好小哦，我不喜欢。啊，别打了！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要爆了！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哎，天歌之船！我大概知道这是怎么打了，有没有天歌之船？
哇，天哥之船的必杀技失灵了，干，我都看不到他哦。是不是怕了吧？哎，我都因为看不到他，然后被人家阴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还蛮靠的。是不是天哥直传啊？干你老师！操你妈！就是看不到吼，粪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，我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战斗方式对谁都好，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。干他怎么孙血了？你看看我们天哥直传，干林老师。不会忘记天哥为我带来的一切。啊，干林老师，天哥，救我啊，天哥！天哥，我看不到敌人啊，天哥！啊，天哥，扛不住走。黑灵魂还搞人啊，看都看不到。是不是？真的是假装我看不到呢，只好假装我看不到。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。啊！不过这 AI 写的蛮强的，不是我要讲。他这样会预判我的位置。哎、欸！我他妈先看不到，被操一下就爆了，一枪干死你！没想到梅森教主，邪教也不是我的对手，那些邪术对我都是没用的，很有用，很有用，我快死了，我剩一格了，超猛悍将。大中水可不是叫假的，写剩一格，不会这么水哥。哦，水哥从他身上拿到了很多药水，最近的邪教徒可真寒酸。好啦，谢谢水哥啊，赶快喝一罐，快乐是神仙。又是森林，监厕所的人都被抓走了。然后那些又召唤了一堆怪物，如果不止他阻止他们，恐怕会世界落日了。这样下去，卢凯跟琳娜也会有危险吧？决定了，还是把这些人的底细给揪出来，顺便调查邪恶阿姨的底细到底是什么。啊，干你老师！干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哦。童子可以打爆拿补品。童子可以打爆拿补品，真的假的？哦、真的哎，没什么特别。哇、哦，碎啦！哇、哦，碎啦，没什么特别，没什么特别，干。太夸张了吧！发现了高级药水，我劝你是他妈再多给我一点水哦，不然我就要爆炸了哦。这里只有一个上锁的箱子，靠！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？
一整排的山壁应该有路可以上去吧？惊叹号！上面那个是？原来如此啊！我记得卢凯跟我说过，山上很多这种绳索通道，看来只要找到绳索套住它，然后再爬上去就可以了。问题是哪里有绳子呢？真是个好问题啊！我要回去给那个隐形狗咬，真的假的？看，我突然很怀念我们天哥，天哥好像比较强。看那个东西到处都是，其实我还蛮怕被他咬，因为很浪费时间。蹲蹲蹲，我发现生命药水，不错不错。笑嘞！哇，好有压力哦，好怕被它咬，咬一下不是开玩笑的，就一张救命啊！到最后那怪生物朋友一个个都消失了，我想我可以明白这种感受。我是哈，锁住的，发现生命药水，再来再来更多药水，这里面只看到许多绳索，太好了，用这个就能攀上那个山壁了，获得绳索。是啊，看那个笑声真的是弄得我很尴尬，我觉得他会咬我，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笑声在我附近鬼叫。操你妈的！我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战斗方式对谁都好。我只好假装我看得到。嘟嘟嘟，怎么会这么困难？看卢台用很轻松啊，难道是我太嫩了吗？算了，改变战术。在绳子上面绑石头丢上去好了，这样比较简单。哪里有石头啊？是啊，上锁箱子，我把它 拿上来丢上去不就好了？所以我现在又要去找石头啊！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在哪里？Ox， 我觉得我们亚特特哥也不错啊。亚特特哥是谁啊？完全不知道你在说谁。哪里啊？而且那个声音，我一直以为他就只是吓吓你而已，妈的，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东西出来咬我，真是差点气死。石头嘞，难道又要寻找永兰跟共九的凄美爱情故事了吗？啊！操你妈！OK 了，看我超猛甩神套。那，这个作者有没有在更新用词啊？那个都是四年前的事嘞、欸，你是不是最近都没在看啊？哈 ，level 的 level 的，
请给我石头。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。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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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招雷术呢？我看你很行啊，哈！骨头，我看你很能打是吧？锁住的，发现了蓝色药水，里面有一些没什么用的碎石，终于找到这个石头，刚刚好用来甩甩绳子啊，最好了。卖个球啊！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。你忘记了他们自带的主角亚特啊？早就忘了，谁会记得这种人啊？霸气！听不到你和他在对接拥抱。操你妈的！我可以感受得到。我他妈真是个天才！到底什么怪东西？又是这东西，居然追过来了。他似乎对绳子有兴趣，怎么办？直接逃吧！看，我觉得这东西一直追我，并不是坏人欸，还是快离开吧。往白雪山庄，白雪山村庄，这是四代那个村庄啊。我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游戏方式对谁都不太好。往白雪山村庄，奇怪的尸体所住的。汤上0515，谢谢上。终于到村庄了，如果没猜错。这些邪教徒就在那地方吧，被他们抓的人应该也关在这里，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好，这样我还不被人崇拜吗？哼哼哼哼。不过那个怪声音怪物这里应该也有很多吧，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盾，应该是木材锁住的，我在一直砍，不知道会不会打开锁住的。这道路中断了，这个距离应该可以跳过去吧？怎么办？从右边跳。这种小洞，看我的超猛跳跃力！啊，糟糕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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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样子写啊？好，假装我听不到，从左边跳，是不是？哼哼，轻轻松松，真是太厉害了，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。木箱，散乱的纸张，异生物，血红面具，不知道在写什么。发现了生命药水，床铺，我一直都很想跟你一起住在这种双人小套房。不要再笑了，奇怪的雕像，奇怪的监测器，你妈什么都奇怪了就好了呢，哦，很懒呢。散乱的纸，观察者光明正看着碎片。大小，壁炉，发现了电池，用一下电池好了，人很多。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。发现了蓝色药水。
听不到你和他在游戏参加。操你妈的！我又再次被咬到，这样的游戏方式对谁都好。电话又响了，喂，公维来告，还是接起来？废话，还是听听看是谁好了。喂喂，大家搞我妈呀！挂掉了。发现了生命药水，战乱的纸张，真相找寻失踪，不知道在写什么。啊！我真的是他妈会被这游戏气死！发现了一半的圆盘，现在，我不就要走回去？走开走开，好长啊！好，谢谢谢谢，假装躲不到，我也爆了。我可以感受得到啊！操你妈，烦死了！吃补吃到爽欸，糗嘞！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到处都有那种看不到的怪东西。Rensa， 肩膀上有花的都给我进来。红沙小。啊，看无，佫唔知影要去堆。这边不是我进来的地方吗？啊！哇，怎么会被这种东西气死？麦加勒啊，麦加勒啊！看我一个超级不记录，那我完全摸清楚了这个烂游戏了。前后左右之后，再想办法要怎么办？刚刚那样拿到一半的圆盘，另外一个圆盘会在哪里？大颗大颗。一些大可，让我被咬了一口，而且他咬我一下就是三 D 耶，好讨厌哦！这样有很有压迫感嘛？骸骨，我没有看到那个，这里，不是啊，干嘛？我刚刚按到了这个，我已经死了。阿里嘎多，再到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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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啊，另外一个圆盘是不是？难道说在这个森林里面吗？去找找看好了。那这就是我那个啊，我上去的地方啊。找找看嘛。一直有那个红红的东西一直在烦我，看着还走得很仓促，锁住的，没有啊，这边就是一个区域而已，只要靠事物法了。
就是一直走，一直看，要咬就给他咬。来来来，想咬就给你咬。我看你想要输我的懒趴啦，我看你变哪输，输卡大了嘞。奇怪的锁住的，为什么特别的你死了？哎呦，还蛮好笑的哦。还是小金点好儿。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，只是有一个圆盘在那个很远的地方锁住的，记录好了，不然每次都要再那个对话一次。那另外一个圆盘不知道在哪里。没什么特别的，锁住的。而且连这边都有那个叫声哎，你不知道这边到底是什么敌人。看来是个铁栅门，就是这个啊。我只要找到那个圆形的圆盘，可是我现在只找到一半的圆盘，另外一个圆盘会在哪里？另外一个圆盘会在哪里？发现了电池，到底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圆盘在哪里？哩哩哩！我完全感受不到。这样的游戏方式有什么好？我只好假装我看得到。看得到你和他在对接拥抱。还是不要接好了，好诡异。我把他打死了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哎、啊，怎么又听到一个声音呢、啊？哦，我现在又拿到了一个一半的圆盘，另外一半究竟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要操你妈个逼！不对啊，我目前我看得到的路，我应该都走过啦。啊！操你妈！哦，我又一枪打死他了。我是到底死了没？你他妈不是哦，大哥！
哎，A 零二零六零二一。R D R R R D S M。R D S M。不是啊，我找不到那个啊，我找不到另外一个圆盘的位置。东西在旁边哭，烦死了，又扣我的血。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滴滴滴滴。哎，啊！糟糕，干！我只调查一下，我好像要摔死了！啊啊啊啊啊啊！狙狙狙狙狙狙狙！我想要跳过去啊！不可能！刚那一区我不是都走过了？我没有看到任何看起来像圆盘的东西啊！开门，开门！现在只知道有一个可以拿，另外一个不知道怎么拿。嘟嘟嘟嘟嘟嘟！哇！异生物血红面具。什么特别的？嗯，好，赶快跳回去！是不是我最会了？然后就记录，好黑呀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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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独挡！我决定了，我被咬到我就独挡，气死了！来来，尽量咬，尽量咬！我他妈看你什么，你要咬到民国几年？来看看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破这款游戏。观察者光明正看着碎片，你们说观察者光明正看着碎片，所以我要找到观察者，我就可以找到碎片吗？观察者是谁？出来啊，观察者！出来，出来！我保证不打死你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他妈看你要咬几次！我只好假装我被咬到。哎，对哦，这我拿过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观察者光明碎片扛记录走，没有，抱歉。
啊，所谓的观察者碎片光明到底在哪里啊？讲清楚，说明白啊！啊，好好好，你他妈继续咬 ，OK OK。来来来，你再咬嘛，再咬嘛，是咬，咬得不错。发现了生命药水。他怎么会在那边被咬？勉为其难吃你，吃你一口。哎呦，打到了！我觉得他那个隐形怪移动方式大概是一格一格很慢这样子。真相找寻失踪，算了算了。尽量咬，尽量咬，气死了！我已经快要按成直接反应了，我再这样，我就按下去了。不过他们一开始位置好像是固定的，我们重复在这边走了好久。老师有人洗屏，谁啊？我看看，老实讲，我点开很多人看起来都像洗屏啊，哈哈哈哈哈！我随便点一个，看起来都很像洗屏啊。这样的游戏方式有什么好？我有点玩不下去了，我觉得很无聊哎。我就一直重复在找东西就算了，我觉得找东西其次，妈一直看不到东西，在旁边咬你就很烦啊。他咬一下又是好几格，按错。他咬一下一格，我可能还好；咬一下就是三格在跳，就有点闻不下去了。
是啊，我觉得还好吧。喂。这次直接就达到了，不错嘛。哎，他还是声音还是在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根本就没死，他地上还喷血。大概知道敌人的位置了。好了，这一趟呢，只消耗掉一个大补，这是记录吧。光明者就看着碎片，我一看得出来，看起来像光明者，就只有这个啊。路灯，刚才屋子里写观察者是上面的雕像吗？正观看着光明是这个路灯，难道这里有东西？哇，还真的有呢！看来我真的是个天才，すごいな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天才。这么浅显易懂的机关是谁设计的、啊？真是个脑残！不会不会，我光是卡在这边就卡了半个小时了，真是个好设计。进来了，既然会用栅门挡起来，这里肯定是通往什么重要的地方。很聪明啊！你又给我躲在那种地方吓人。我一直在思考，是不是不该让你躺着浑水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不都是你一手弄出来的吗？呵呵呵，到底该说是还不是呢？给你选择吧，别说阿姨我对你不好，你又要逃走了？哇，阿姨人真好，是吧？是吧？啊，变回原来的世界了，大中水，声音是，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啊啊，你这白痴终于正常了吗？什么啦？不容易见面还要呛窝，冷静点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通讯塔台，已经跟外面的人取得联络了。我们只要在那边等人来救援就好了，一起来吧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再待下去了。是这样啊，但是阿姨跟那个奇怪教主的事情就必须放弃了吧？该怎么办？离开，离开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这地方真的很奇怪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快走吧。嗯嗯，快走吧，你们两个走前面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去记得找萨提斯医生复诊，我觉得你怪怪的。嗯，大中水，其实我也觉得你该去看一下医生。你朋友说的没错，快给我去看医生，把你的屁孩个性改掉。嗯，为什么一群人冲到我的诊所来？那个被绑住的人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大中水吗？是不是？原来我们又发病了，睡啦！拜托你了。于是大中水就在萨提斯医生的诊所又待上了好一阵子。已破关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哇，真是一个好游戏。玩了一个小时又40分钟，终于突破了这款游戏了，碎啦！
噔噔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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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C， 大雨淅沥沥，淋得我心轻松。喝喝杯酒，唱首歌。没事，真是太好了！啊啊，你这白痴终于正常了吗？是不是？我是白痴正常，干杯！我还不如去 VTA 跑船。什么是 VTA 跑船？是什么？是这样啊！但是阿姨跟那个奇怪的教主的事就必须放弃了吧？你们两个懦夫，滚滚滚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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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不要理他。一定要把阿姨跟这个邪教的事情搞清楚。果然马上变这样，看来你下定决心了，非常好。那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儿，我会把你们的阴谋都给揪出来。我会揪出来好吗？这个游戏进行到现在有没有一半了啊？如果有一半的话，我会有点动力。如果连五分之一都不到，我就不想玩了。好久啊！大雨淅沥沥，淋得我心轻松。喝杯酒，玩游戏。狂风呼噜噜，吹走烦恼忧愁。阿哲，你做什么啊？阿哲。阿哲，噔噔噔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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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就反你看、啊、你看、啊、你看、啊、来来来来，尽量咬尽量，再咬一口再咬一口啊啊，被咬了，気持ちいいですね。散落纸张，仪式顺利，最后发现了生命药水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只是走出来而已，就贴着我的脸来操，天哪！伊拉玛吉哦，哦哦，吓我一跳，进门之前咬我。一辈子一场梦。哎，这个也要咬我。噔噔噔，诡异生物笑声邪教。又走出来了。锁住的金色的十字架，有没有比金石自卫长药还厉害啊？啊，是燃烧药水。
不过知道那个桶子打破之后会给补，就发现这游戏其实给补给的蛮多的。我希望它再多一点就是。嗯，啊，我一出来你就咬我一口。啊，我吃药你也可以动。吃药会被咬。大雨淅沥沥，咬得我心轻松。喝杯酒，唱首歌。狂风呼噜噜，吹走烦恼忧愁。一辈子不想动。这是干嘛用？是没有意义。这怪竟然敢挑战我传奇牌王。你是没有被我传奇牌王砍过哦？哦哦哦，砍到了，我砍到了！台下有三 D 耶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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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奇怪的老外、啊、玩这种游戏人真的会特别多哎？すごいですね。关游戏，现在我宁可你继续搜集星星当卡王。我已经是卡王了，没有必要啦。发现了生命药水。杂乱的主教主追随教宗大人。有点玩不下去了。我左摇右摇，上摇下摇。原来没只、原来没只怪物都很微妙。我摇了又摇，我踩了又踩。隐形怪的心思还真奇怪。哎，真奇怪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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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
不，不要，我受够了，我真的是有点受够了啦！啊啊啊啊！哇哈哈哈哈！这边是不是只一路拿补给品，然后到达指定地点而已啊？看起来是个大教堂。啾啾，你来啦！路上是不是很刺激啊？什么刺不刺激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进来你就可以知道了。可恶，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比较想看看左边有什么。很刺激哦，真是太好玩了！我要先存个50万进去。诚意。好，谢谢谢谢614的诚意。他们记录走，这也是锁住的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啊，锁住！怎么会是锁的呢？真糟糕，钥匙会在哪里？这样我要怎么进去呢？有了，有了，钥匙喷出来了。咦，那个是，那不是钥匙吗？真是太好了，哈哈，得到钥匙，啊，又是你这怪物，跟他挥挥手，啊，人真正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人这么好，这个地方一进来就感到非常不安，感觉有好多怪物存在这里，还是要小心才好。歌颂伟大的光明之神。Yeah. 跟他挥挥手。其实我一开始砍了他一刀，哎，突然想想，我好像也是蛮坏的。我觉得他人看起来不错啊，这个设定上呢，看起来就是那个不是李娜就是卢凯之类的，反正就是我们的帮助者。然后因为我现在 K 笑，看到什么都像怪物之类的设定吧。这种游戏我玩多了，我都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遇到这种东西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攻击他。光明黑暗相等，妈，那个嘿东西到底是会咬我的还是在哪里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它会咬我，它会咬我。哎，我直接死了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道上天敌。My old Jean。啊，抱歉，我觉得越来越玩不下去了。这就是那种很讨厌的游戏类型，就是浪费时间，没有难度，没有惊喜，没有刺激，没有操作，就是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们水哥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受不了了，不愧是我们水哥，太辛苦了。哎，又来一只。我没办法了。我只觉得一直被搞而已。没有什么挑战性，只是一直重复被看不到的东西咬。哎，
一直背看不到的东西，刺激来了，不够不够刺激了，我已经感受不到刺激，你的摸刺激，浪费你的时间，浪费我的钱，不会不会，在这边各位唯一浪费的东西就只有时间了，可是你们的钱我都会好好利用，好好珍惜，好好的游戏做到被鲁鲁保存，保存回，保存，保存到啊之类的啊！谢谢 Renza 打断我话，干你娘！哇，又被咬死！哎，我就什么都看不到，然后突然就受伤，一直消耗补品就爆了。我觉得没有很难啊，就是浪费我的时间而已啊。我又看不到，我连躲都没办法躲哎、欸。而且他那个声音判断的那个系统，其实也听不太到啊。你又不知道他到底在你的左前方、还右前方，还是正上方，你就只会听到声音越来越大。而且我刚刚依照刚刚的几个状态，我发现其实就在斜对角，我也会被咬啊。不要咬我啦！我受不了了。好啦，我觉得先这样好了。我来研究研究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办。哇，我有点玩不下去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玩，我看不到怪。哇，跨博！看我们大中水传奇要在今天落幕了。我的那个实况画面还停在，这可是杀怪的战利品，拿来送琳娜刚刚好。哎好啦，再说啦，玩不下去了，真是看不懂这游戏怎么玩。虽然这游戏做得很烂，但是能做出来就给个59分吧。不会不会，我可以给他87分，还不错，不能再高了，最多就87分，还行还行。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，可是怪物的设计太诡异了，我就什么都看不到就爆了，就很像你玩一些动作游戏，然后走一走突然就说 Hello Game Over 就爆了那种感觉吧，没有前因后果，就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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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爆了，好啦，先休息好了，有可能是太累了，之后再看有没有办法慢慢破它。先这样，先休息了，今天也晚了，11:10啊！再说，不急不急，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延续水哥的传奇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